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坐啊！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中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中中尊。二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命存，皈依佛陀，两祖中尊，皈依达摩，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，诸中中尊。诸位同学，今天我们戒律学习班的前夕，大家听我讲解。在开经之前，没有念开经偈啊，早年呢，我们都会念开经偈啊，现在用三规代替开经偈。这是前年我在斯里兰卡将近一个月，那一边的法师给我建议啊，希望我带着大家在每一堂课前呢做一次三规传授，这个意思很好，我接受了。为什么？三规的授受，实在讲呢，是一种形式。纵然传授三规的老师，把三规的义理说清楚，说明白，我们现代的众生很善忘，记不住啊，根本就没有三规的概念啊，所以他们的建议我听了之后很有道理啊，学佛从哪里学习？从三规。没有三规，就没有五戒，就没有十善。三规是根本。啊，应当时时刻刻，不能把它忘掉。我初学佛的时候，26岁。跟张家大师啊，大师举了个比喻，告诉我三皈依的重要性。那个时候我在台湾，台湾从台北到高雄，主要交通工具是火车，
啊，那个时候普通车大概要13个、14个小时，快车8个小时，从台北到高雄。三规呢，就像我们乘火车的车票一样，你要想上车，先要把车票准备好，而且车票的时候一时一刻不能离开，在车上有人查票，到终点站还要叫回。啊，这个意思就说明，三皈依向我们乘车，我们皈依三宝，票拿到手，时时刻刻有人检查，可不能丢掉。啊，到终点站就是成佛了。啊，圆满成佛了。皈依，皈是回头啊，依是依靠啊，从哪里回头？回到什么地方？啊，第一个是皈依佛。啊，我们有没有皈依佛呢？佛是什么意思呢？啊，三皈很多种讲法，最重要的是皈依自信三宝。啊，不是我们形式上的所谓住持三宝，不是的，但是住持三宝起很大的作用。啊，看到佛像就想到自心觉，自心三宝是自心觉，自心本来觉而不迷，我们现在是迷而不觉。啊，你看看《六祖坛经》里头，这是1300年前，啊，慧能大师，他传授三皈，他没有说皈依佛法僧，他说的是皈依觉真经，皈依觉，皈依正，皈依净。我初读坛经的时候，看到这个句子，我就想。他为什么把佛法僧改成觉真经？啊，那个时候佛法传到中国大概700年，啊，6、700年的样子，时间久了，越传越模了，大家都把泥塑木雕的这个佛像啊当作真佛，啊，是要当作真佛，那是我们修恭敬心。没错，可是你真把它当作佛呢？错了，不是这个意思。看到佛像就想到自信就，这就对了。要皈依自信三宝才管用，才能够明心见性，啊，才能够成佛做主。啊，这个要晓得。那看到经典，乃至于看到所有的书籍，啊，都能提醒我们要皈依正。经典是什么？正知正见，这是法了。啊，不是邪知邪见，不是偏见。你说这个多重要？所以看到书本。就想到自信正，看到出家人，不管出家人是不是持戒，修行怎么样，不能问这个，那是他的事情。啊，见到出家人，提醒我们说，净，皈依净。啊，净是什么？六根清净，一尘不染，要求自己，不要求别人。啊，我们才能成就。如果不要求自己，要求别人，就全然无了。啊，那么这三皈依就在我们经题上。你看，皈依佛，自心觉，
清净平等觉。啊，法呢？法是平等。啊，身代表的呢是清净。你看，清净是身宝，平等法宝，觉佛宝。经体上有三宝啊，经体上有三学啊，清净戒学，平等定学，觉慧学。你看戒定慧三学，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学佛时时刻刻记住世尊给我们学佛踪迹的目标是什么？是觉真经。那修行修什么？就是修觉真经啊！戒是修静，定是修正知正见啊，觉是明心见性，大彻大悟。所以觉是佛宝，正是法宝，净是僧宝。这样不搞清楚我们学什么啊？那么我们就要问了，我学戒有没有得到清净心？如果学戒清净心不能现前，这个戒叫白学了。那为什么心不能清净？着相了。诸位要记住啊，小乘初果，大乘初信位的菩萨了，小学一年级的学生呢，这佛教教育啊，要求的是什么？要求的是清净心。出国就得清净心了。88品见惑断净的。啊，所以戒律的作用就在此地。88品见惑断净。佛为了教学方便起见，将88品见惑分为五大类，好说话了。第一个身见，第二个边见，第三个见取见，第四个戒取见，第五个邪见。这五种错误的见惑要把它断干净，通通放下了，真虚脱顽固。全靠放下。大乘把五种见惑断尽，是十信位里面初信位，正式入门了。是佛法小学一年级的学生，如果我们没有达到这个境界，我们还在念幼儿园，小学一年级还没分呢，啊，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。啊，自己知道了，那就是传戒师教海贤老和尚的那一句话了，你明白了，不能乱说，不能说。啊，你把这个戒的道理、精神都明白了，那个人他破戒了，他没有持戒，你可不可以说他？不能说他。啊，过人生死，过人流。啊，如果你要说他，劝他。没有第三个人在旁边，这个可以。有第三人在旁边，看他错了也不能说。啊，他有一些做对的地方赞叹他，做错的地方不说他，这就对了。
啊，海贤老和尚，我们说了，他的运气真好啊。老师是真善知识啊，老师的什么境界？我们猜想是明心见性的境界啊，要不然他不认识人了啊。他看到贤公老和尚是个法器啊，法器就是他这一生能够证果啊，能够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啊，这要什么样的眼光才能把人给看出来啊？啊，这个人的长处，我们讲天赋、天性，老实、听话、正干。啊，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找这样的人找不到啊，谁老实？连自己都不老实，你怎么会遇到老实人？自己都不听话，你能够找到听话的人吗？不可能啊。啊，这就讲的是什么？业因果报啊，因果的道理啊。我们用什么心态对别人，将来必定遭这个果报。啊，你不孝父母，你的儿子将来不会孝顺你。啊，你欺骗朋友，将来你的朋友会欺骗你。自古至今，中国外国都在面前细心观察，所以中国老祖宗教后代行有不得，反求诸己，太有道理了。我们遭遇到困难了，回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灾难，我们自己造的因，业因现在承受的果报。啊，知道了改，忏悔改过来得及，只要这一口气还没断，你能回头幸愿持名求生净土，你就成佛去了啊。啊，千万呢不能够随着迷惑颠倒走啊，迷而不觉，邪而不正，然而不尽，这是什么？这是三途啊，迷邪然呢、啊。所以这个道理深啊，摆在讲经之前呢，把三皈依复习一次好死啊，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啊，也提醒真正想往生、想成就的同学啊，他对这个世界名闻利养，我们常说财色名利，这四大魔王啊，几个人能够跳出他的掌心啊？为什么修行？修行人多，成功人太少了啊，他不认识这是魔王。啊，他受了魔王的影响，他受了魔王的干扰，不知不觉变成魔子魔孙。外面穿着袈裟像个佛弟子，实际上他是魔子魔孙。我们要有这个智慧也。看得清楚，看得明白，最重要的回光返照看自己啊，学海贤老和尚一生不造罪业
一生不敢轻慢别人。他的性格非常温和如火。不与人竞争。你要的我不要。我要的你也不要。我要觉真经，你要弥歇然，我们两个没有冲突。各行其道啊，对任何人要尊重。为什么？他本来是佛，成佛只有早晚不一样，必定成佛。有人这一生成佛，有人来生后世成佛，有人无量劫以后成佛。为什么？他有佛性嘛。所以对一切人要尊重。对一切人决定不能够轻慢。这个道理要懂。一定要学海贤老和尚。那是这前面的三规的大义，是我们修行最高的指导原则。无论修哪个法门，都不能离开这个原则。离开这个原则，那你所修的就是弥歇然。如果与指导原则觉真经相应，决定是正知正见，决定是真心。这是菩萨道。所以南传法师给我这个建议，我感觉到很有道理。离开经济有意义。那么我们现在看经文，大经科注332页第四行，科体得用无妨。德用里头分两课，根于自利德。那第二段就是利他德，自利利他了，一定是自利在前面，由自利才能利他，没有自利怎么会能利他？这个里头意思非常深广，不能随便看待。没有自利要去利他，都把别人带坏了。带入邪道，偏离正法，自己要背因果责任。这个责任是断人法身慧命。古人跟现在人不一样，古人什么时候出来讲经？不开悟不能出来讲经，不开悟不能写作著书。为什么？知见不正。到近代我所看到的方东美先生，这是一代的大哲学家，他著作很多，没有一本出版。为什么呢？怕里面有错误。出版之后误了别人，对不起人。还有一个呢，是也照顾自己，怕自己有没有见到的地方后人笑话你。
那什么时候出版呢？过世之后，学生替他出版。这个态度谨慎啊，正确。李炳南老居士，我的老师啊，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80岁以前没有出过东西，那我知道，我跟他那一年他70岁，离开的时候80岁，我跟他10年啊，老师著作等身啊，都是好东西啊。那问他为什么不能出版，怕人笑话。啊，那么样的谨慎，除非迫切教学不得已啊，那是帮助学生，有几样东西不多啊，都是初级的。正式的著作也是老人家往生之后学生接着出版的啊。莲池大师在生的时候著作等身，没有一本印出书来，往生之后他的学生把他出版，偶业也如是啊。看看古来祖师大德，他们人在世的时候决定不求名闻利养啊，这些东西是他一生学习的心得报告啊，可以留给后世做参考资料的，自己还那么谦虚还不敢拿出来啊，要自己往生之后学生们替他做这个事情。啊，我这一生没有东西出版，外头有一些东西是别人照着录音带啊光碟了写出来的，我看都没有看过啊。这是便利于他们出去啊，他们有没有做错了？做错了，没有告诉我就把它书印出来，印度分量很多啊，自己参考可以，不能流通啊，流通是大笑话了啊。别人以为我好名好利啊，这对我不是尊重啊，这替我找麻烦了 啊这就是今人不如古人的地方啊。那么现在科学技术发达，每一次讲演都有录像啊，不但录音，连像都录下去啊，这个东西不要大量流通啊，我想看，拷贝一套送给他，给他做参考。啊，大量流通就是错误。啊，我没有明心见性啊。真正明心见性的人，他自己也不肯说。啊，海贤明心见性，一生记住老师的教诲。啊，他没有背师叛道。啊，老师教他，他真听话了。啊，明心见性之后，什么都知道，不说。啊，别人要是问他，笑而不答，很有味道。不承认也不否认。啊，明白人，一听一看这个样子就知道。啊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，啊，修德，修得成就之后，
自利，啊，自利之后才能够利他。啊，自利的里面分两课，第一小课定慧等持。啊，什么叫功德？定慧是功德，定慧从哪来的？从持戒来的。啊，持戒有总有别，别的什么？细末就是有条文，一条一条的，像三规五戒，啊，三规三条，五戒五条，啊，沙弥礼仪，戒律十条，威仪24条，啊，这是别，总就是。张家大师教过的，看破放下，这就是真正持戒。看破是什么意思？了解事实真相。放下是心里头不能有这个东西。啊，梵王菩萨心地戒品。啊，老师告诉我。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，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，啊，形式重不重要？重要，但是更重要的是内容啊，是实质啊。由外表装得像有模有样，里头不是啊，那是舞台表演啊。后台就看不一样啊。那真的呢，前后台都一样，那就真的。啊，所以真的，真的要放下。放下见思烦恼，你就证阿罗汉果，得清净心，啊，自利。啊，放下妄想分别，你就证菩萨果位。定慧的功夫比阿罗汉高太多了。刚才我说过，经题上清净是戒，平等是定，觉是慧。一戒是三，三戒是一。慧里面有戒有定，定里面有戒有慧，所以戒里面有定有慧，那是真的戒。龙天善神、诸佛菩萨都赞叹的戒，所以戒里头有定有慧。海鲜老和尚给我们表演的淋漓尽致啊，表演的太好了，我们要从光碟文字上要看得出来，这得受用啊，看不出来你不得受用啊，看得出来法喜充满啊，真的长生欢喜心啊。这个碟片不看不厌，越看越有味道啊！所以我劝人一天看三遍，我一天超过6遍啊，真难得，对于佛教的贡献，对净土宗的贡献，达到登峰造极。那我们依照他的这个方法去修行，没有一个不成功，没有一个不往生，没有一个不成佛。啊，现在我们看经文，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。
即得一切陀罗尼门，随时悟入华严三昧，具足种持百千三昧。这经啊，得了啊！究竟这是什么德？起心动念，分别执着全放下了，性德现前啊，是尊是八相成道最后的圆满，现般涅槃之德。我们看念老注解啊，注解的非常丰富。萨摩地梵语，古印度的语言啊，旧称梵是旧，或者是旧译翻译的旧称，都是玄奘大师以前佛门的通用的啊，叫三昧萨摩地。啊，萨摩提、萨摩地，用这些字样，这是因。意思呢，翻为定，三昧就是定，或者翻为正定，鉴别它不是邪定。啊，正受。受是受用啊，不是错误的受用，是正确的受用啊，或者范围调直定啊，调是调顺，直是没有弯曲啊，这个定与自性相应，就叫知啊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最重要是会调啊，定在什么地方？六根定在六尘境界之中，眼见色，眼识在色相里头入定，这个叫调制定啊。定是什么呢？没有染污，没有分别，见色见得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，那是慧照见啊，凡夫这一见，跟着就起念头，起分别，起执着，啊，那就是六道，啊，六道众生的见，佛菩萨的见，小乘人的见跟我们不一样，小乘人的见没有执着，大乘人的见没有分别，化身菩萨的见。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。你看，戒定慧融在一起，没有分别的啊，这叫真心心处。也翻作等持，等是平等，持是保持。啊，诸佛菩萨六根在六尘境界上。永远保持清净平等处。那么我们的大毛病就是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分别执着，坚固的执着，
错了。为什么放不下？你不了解事实真相。事实真相是什么？《金刚经》上讲的最好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你要是真正明白了，真正觉悟了，梦幻泡影怎么止住？睡觉的时候有梦，起来的时候梦的痕迹都找不到。自然放下了，若无其事啊，这是佛法的修行，行行为，修修正啊，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，起心动念错误，无明烦恼要放下，分别尘沙烦恼要放下，执着见思烦恼更要放下啊，六道轮回是见思烦恼造成的，设法界是无明烦恼造成的，只要你放下无明，设法界没，设法界没有了，放下执着，六道没有了。要明白这个大道理，这叫看破，看破之后别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没看破，你习气很重，你不得受用啊！所以看破之后一定放下，放下表示你真看破了。啊，看破放不下那是假的，没有真正看破。啊，这在大乘佛法里头，佛教的名词叫止观，观是看破，止就是放下。这是一般大乘法里面的翻译。黄念祖老居士引用的，不是他自己说的啊。下面举，你看《智度论》，《大智度论》上怎么说？善行一处，住不动，是名三昧。中国传统文化里头，第一德就是孝，孝养父母啊！啊，五伦里头啊，父子有亲呐、啊，啊，父母对子女的亲爱呀、啊，第一德了，一切善法都从这里生。如何能把孝永远保持，一生都不改变？那就叫三昧。啊，什么三昧呢？孝亲三昧。啊，你说我没听说过，哎，今天听说过。啊，对老师要敬，孝是传统文化的根，敬是传统文化的本。像一棵大树，根是在地下，你看不到，能生。长在外面的这个树的干，啊，这个本呢，我们称本，啊，主干，啊，干在生。枝，枝在生条，条在生叶，啊，树叶化骨。
本是孝，本是敬啊。中国传统文化就这两个东西啊，孝用父母来表法，敬呢用老师这表法。啊，我们的生命得罪于老师，啊，得罪于父母；我们的智慧慧命得罪于老师。啊，我们这个小讲堂，我对面悬挂着我老师的照片，我三个老师，一个护法。这四个人少一个我都没有这今天，那也可能早就离开人间了。啊，方东梅先生引导我入佛门，啊，不是他，任何一个人想拉我入佛门几乎不可能。那为什么呢？我有邪见，很深的邪见，认为佛教是宗教，认为佛教是迷信。那别人都不会碰他。我跟方老师学哲学，不是跟他学佛教的。啊，那么他给我讲一部《这修概论》，特别为我讲的最后一个单元《佛经哲学》。啊，当时他提出这个名称，我就怀疑，向老师请教，佛教是迷信，佛教是多神教，是泛神教。多神教、泛神教在宗教里面是低级宗教，啊，高级宗教只有一个真神，哪有那么多神的？啊，方老师告诉我，你还年轻，你不知道啊。那我们学哲学嘛？啊，他告诉我，释迦牟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哲学家，我没听说过。大乘佛法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。啊，这些我闻所未闻，真的是这样吗？啊，我留意观察，因为我上课是星期天。啊，每一个星期天上午9:30到11:30，2个小时，啊，我到方老师家里上课，学生就我一个。但我们一个学生一个老师，所以我就很注意看老师书房书桌上摆的是什么书。啊，真的看到佛经。啊，而且桌上从来没有少过佛经。我才晓得他话讲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我是这样入佛门。入佛门之后，我就认识张家大师。我佛学佛法的基础根基，张家大师奠定的。我跟他3年。啊，也是像方老师一样，每一个星期天他给我1个小时到2个小时，啊，单独给我跟在那里扎着。啊，到李老师那里10年，学什么？学讲经。啊，讲经要长时期的观摩去琢磨，没有办法教的。为什么？活的。
它不是死的。原理原则只有几条，但是如何能合学合用，那就不是教的了，要你会看会听。啊，在台中十年观察老师，啊，看他把佛经在讲台上灵活运用那一种方法，要心去体会。啊，那不能没法子教的。啊，能教规矩教方圆的，那个善巧没法子教。啊，完全在个人。啊，必须求感应。李老师教我，至诚感通。啊，真诚到极处，跟佛菩萨就通了。感应就通了，得到三宝加持。啊，给我们讲经，在讲前备课啊，预备很多资料啊，可是他讲的时候一句都用不上。啊，不知道怎么讲出来的。讲完之后你问我，我不晓得我讲些什么。我讲的句句都是老实话。啊，这怎么学？何学何用？啊，跟老师的时间越长，不离开老师在身边，慢慢，所以潜移默化，不知不觉的，你学会了，啊，你感染了，啊，一定时间要长，时间短了学不到东西。啊，古人最短的时间是五年，啊，十年是最正常的，啊，跟一个老师十年，亲近他，不离开他，啊，不但在佛法里面你得到受用，世间法得的受用更多，啊。帮助你处世待人接物，啊，如何运用你的戒定慧，把戒定慧落实在生活上，啊，落实在工作，落实在待人接物，你成功了。啊，海贤的榜样做得太好了，完美、圆融、自在，啊，绝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。这就是真正的德行、学问、智慧。啊，从哪里来的？从三昧来的。啊，最怕的心浮气躁。啊，心一浮躁，你学东西再多，也是浮躁的，也是表面的，没有气入，没有深。学得再好，浮浅。啊，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。大智度论上说，善行一处，诸不动。我举这个善行，就是孝敬。在中国，家庭教育、学校教育、英国教育、圣贤教育，都是用这两个字作为根本，也就是通通从孝敬里面
延伸出来的。啊，那我们要想自己成就，要在这两个字上下功夫，认真下功夫。海贤老和尚所以有成就，就是这两个字做得很圆满。诸位自己细心去看去听，你就明白了。啊，那么这是三昧，又还是制度论上说的，一切禅定、一明定、一明三昧。啊，禅定是佛教的说。啊，禅是什么意思？定是什么意思？啊，禅是把意念集中，定是定在一处。啊，这个方法传到中国来，儒接受了，道也接受了，变成儒释道修学最高指导原则。啊，那么中国人把禅定换了一句话，大家更好懂。啊，换成什么呢？一门深入，长时学修。一门深入就是禅，长时熏修就是定。啊，不能学太多，不能学太杂。海贤老和尚一生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他没学过无量寿经，他也没学过阿弥陀经。啊，什么金刚般若，啊，什么都没学，就是一句阿弥陀佛。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，他掌握到总持法门。啊，那么诸位如果问我，这是净土法门，净土法门修行的成就也有三个阶段。第一个功夫成片，第二个事一心不乱，第三个理一心不乱。海贤老和尚这三个阶级在什么时候完成的？我跟他没见过面，我只看到这观点，跟你们一样，只看到这个小册子。那我的判断，这个人的秉性好，那就是他具足了老实、听话、正干，这种根系非常难得。只要有这六个字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。啊，他是真的不是假的。老实听话正干，老师教他一句阿弥陀佛，那他用什么心来念？他用真诚心，他用清净心，他用恭敬心，这么好的心态念到功夫成片，顶多三年。他20岁开始念，我估计他23、24岁的时候，他得功夫成片。得功夫成片，就有资格往生净土。换一句话说，得功夫成片呢，他就见到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一定现身。一般所说为他受记，给他透露消息，会告诉他你还有多久的寿命，
等到你命中的时候，我来接你往生。极乐世界注册了，真有把握了，这能不欢喜吗？啊，那么剩下来还有那么多时间，加紧努力。我想三年五载，他就得到四意心不乱，四意心不乱，见思烦恼断掉了，功夫跟阿罗汉平等，是是是。啊，他还没往生，再来个三五年，他就可以提升到离业心不乱。所以，他证得离业心不乱了，就是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应该在30到40岁这个中间。真难得啊！我相信他的寿命没那么长，应该是在70-80。啊，他的母亲86岁过世的，多潇洒，多自在。啊，所以他到明心见性、离业心不乱，应该在40前后，他证得了。那么证得之后，阿弥陀佛告诉他，赞叹他修行的不错，修得很好，希望多住几年，给佛弟子、给净宗同学做个好朋友。所以那个寿命，阿弥陀佛替他延长的。啊，到什么时候他离开？到他必须拿到一本书，这本书就是《若要佛法行，唯有僧战僧》。你见到这本书了，阿弥陀佛说：“我就来接引你往生。”那么在没有看到这个书之前10几天，阿弥陀佛就告诉他做准备。那告诉他，最近我要来接你往生。啊，所以他到处去辞行啊，啊，去看看老朋友啊，老同学啊，都见见面，打打招呼啊。啊，看到这本书，真有人把这本书送给他，他拿到手上如获至宝。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来接他往生。啊，拿到这书，穿袍大衣，要求大家给他照相。啊，报告里头说，老和尚一生从来没有一次主动要人给他照相。啊，就这意思。啊，表法圆满了。啊，第三天他就走了。走的当天，他在菜园工作一天，从早到晚，晚上就走了。真正是做到啊，活一天做一天的，没有说我今天晚上走了，我今天要休息一下，没有。表演的多好啊！什么是道场？生活是道场，工作是道场，待人接物，一切时一切处，无不是道场啊！心里面只有一句佛号，除一句佛号之外什么也没有，念佛三昧圆满成就啊。
啊，下面说，这都是大智度论上的话。住行和合，皆名为三昧。我们住在这个小城，我13年前走到这个地方，看到这个地方，我很欢喜。啊，我在这里买了一栋房子，我现在住的近身。啊，接着呢，就打听这边有没有办法买个道场，正好就现在我们这个地方是个基督教教堂。啊，这个教堂啊，人丁兴旺，信徒很多，容纳不下。啊，他们要别的地方去建一个大道场，这个道场卖给我，啊，很便宜，好像50几万。啊，我把它整修，整修花了100万。啊，买来的时候连土地带房子50多万，还有57万。啊，太便宜了。啊，我们整修好了之后搬进来。啊，当天我们正式前一天发请帖，邀请我们的街坊邻居两条街，靠近我两条街，正式发请帖给他，请他来参加我们的开幕。中午我们有素食免费招待。啊，他看到我们欢喜，为什么？我们没有破坏他的文化。啊，他这个讲堂怎样建筑，没有改变。我们整修，他原来是什么材料，我还是用这个材料，不改变。原来是什么颜色，还是漆一样的颜色，直至把十字架换成阿弥陀佛，其他的全没改变。所以，这地方人对我很好。爱护他们的文化，没有破坏他的文化。啊，这么多宗教，这么多年来，他对我很信任。什么原因？我不拉信徒。我如果说我这个教好，你们不如我，你到我的信我这里，我们早就被人赶走了。啊，我们赞叹，所有宗教创教人就是一个真神。我们是一家人啊！真神为什么创这么多不同的这个教派？因为交通不方便，没有资讯啊。在那个时代，神要教化众生，必须要现同样的神，说同样的语言，所以才有这么多教。那现在呢？科学技术发达了啊，这万教要归一了。那个时候一分为万，现在万要归成一了，我们都是一家人啊。所以不管信什么教，我都非常尊重他们，爱护他们啊，称赞他们啊。我在新加坡用这个方法团结新加坡9个宗教，他们非常喜欢跟我往来啊。第一句话就是净空法师不拉信徒，那净空法师尊重别人啊，所以我们干这个。在新加坡的时候，新加坡曾思森先生，他是高级部长啊，有一天到居士林来看我，中午在一起吃饭，他就问我，你用什么方法把宗教团结起来啊？新加坡有个宗教理事会成立50年，每一年过年的时候，几个宗教领导人在一起吃餐饭，平常没有任何活动，所以50年都这样都没能团结起来。
为什么我到冷凉去两年就把它全通通搞得热乎乎的？这你用什么方法？我说我没有方法，释迦牟尼佛有方法。他非常惊讶，释迦牟尼佛什么方法？四摄法。啊，团结起来。什么叫四摄法？四摄法就是佛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的公共关系法，啊，就是交际法，啊，就讲这个东西，啊，四桩事情。第一个布施，这个布施跟六度的布施名词一样，意思完全不相同。六度布施啊，是度自己的贪心。啊，贪婪、奸佞，啊，这个烦恼断掉了，那是不用布施，那是完全自理。这个不是的，这个布施啊，四摄法里布施，就是叫你常常送礼，常常请客。啊，这大家就欢喜了，啊，多送礼，多请客，啊，所以我对于每个宗教，经常送礼，啊。经常请客，大家在一块就变成兄弟姐妹了。啊，第二个爱语，言语真正爱护他，不是欺骗他。啊，这不是甜言蜜语，真正爱护他的言语。啊，决定不能伤害他。啊，不可以破坏他，对他赞叹。啊，第三个利行，我们无论做什么，对他有好处，对他有利益，他明白了。啊，第四个同事，我们有共同的目标、共同的理想、共同的愿望，我们认真努力去做，把宗教变成一家人，在图文巴做到了。比新加坡还做得圆满，还做得彻底。啊，我有一个非常好的得力助手，韩立夫先生。啊，他是哈比哈山的学生。哈比哈山长老跟我是老朋友，他是伊斯兰教。啊，他到我这儿来，帮助我专门做团结宗教、团结族群这一个项目，做得非常成功啊！我们今年、去年两年在联合国做报告，啊，图文巴的声明已经出去了。我听说明年春天，这个大使团他们要组成一个团的时候，到这个地方来考察、来参观。啊，他们来的时候，我一定会在此地接待他们。这些大师大半的跟我都认识。啊，对我一些概念的时候，想法看法了，他们都认同。啊，这好事情啊，一个城市做好了，这是个示范城市，所以这个城市是此地十多个个宗教领导人。啊，去年的时候我回来，他们跟我见面，告诉我，我们大家联手把这个小城打造成全世界第一个多元文化示范城市。我们想了多少年啊，2006年、2007年、2008年，我在中国汤池用一个小镇做实验，做成功了。啊，我们在联合国做了详细报告。啊，小镇扩大一个城市更理想，没有想到因缘在此地，在这个地方做成功。
难得了，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族群可以像兄弟姐妹一样互相尊重、互相敬爱、互相照顾、互相关怀、互助合作，造成一个太平盛世啊。一个小城做成功了，别的就可以照这个模式去做啊。所以宗教教育比什么都重要，一般人疏忽了啊。只有宗教教育能够做得成功啊，没有宗教，这个地方有八十多个族群，你怎么团结？100多种不同的语言，啊，人不多，12万人，啊，10几个宗教，就宗教带头。我们宗教是一家人，我们宗教领导人在一起，兄弟姐妹，什么话都说，没有忌讳，啊，真正是同心同德了，啊，知道。我们这个小城真正做成功，这是世界上最和谐、最安定啊、最兴旺的一个城市，可以作为全世界城市的模范。啊，他们在认真来学习啊，这个世界就和谐了，啊，灾难自然就化解了，啊，希望宗教团结的成果是带给世界永续的安定和平。中国传统文化会复兴啊！今年联合国有不少大使告诉我，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有信心啊！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文化，不是武力，不是政治，也不是经济贸易、科学技术，都不是，是中国传统伦理道德，这个伦常道德啊，是儒释道三家的精华。啊，我们要认真努力学习，啊，也能够配合整个世界潮流，做出最好的贡献啊！就在自己的本位上，不要超过自己的本分，这个非常重要啊！超越自己本分，一事无成啊！那么出家人干什么？就是讲学弘法利生，学释迦牟尼佛啊，不但要教，还要表演，表演做出榜样来给别人看，叫言教啊。言是身教啊，教是言教啊。那我所说的就是我所干的，我所干的就是我所说的，心口是一，不少。这都论理说住行合乎皆名三昧，所有一切心都能够和睦，都能够合作，这就对了啊！千万不要独断独行，那就错了啊！跟净宗合，跟大乘佛法合，跟释迦所传的各个不同的派系，
再扩大，跟所有一切宗教合，所有一切族群合，整个世界是一家。那人跟人都像兄弟姐妹一样。就怕自私自利，啊，自私自利就完了，没有私心的，人都快乐啊，自在啊，啊，有私心就造业，啊，那的行为有罪恶感，啊，诸行合恶，大公无私，他的行为快乐。法喜充满，长生欢喜心。啊，这和合要紧，念念都要想到和睦相处，平等对待。啊，肯定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我们对人那个敬才能做到，敬能做到，孝就能做到。孝这个字的意思很深的，你看这个字的形状，上面是个老，下面是个子，啊，上一代跟下一代是一体，这叫孝。啊，如果上一代跟下一代不是一体，叫断层。孝就没有了，啊，上一代还有上一代，下一代还有下一代，过去无始，未来无终，是一个整体。对中国孝表法了，表的意思，啊，这是讲关系。我跟人有什么关系？我们跟不同的族群、不同的国家、不同的文化、不同的宗教、不同的信仰什么关系？一体，一定要认清，要认清楚，我们要回归一体。啊，他分我不分，啊，他们分是搞六道轮回，我不分，我回极乐世界，怎么会一样？这不会一样。啊，那么聪明的、有智慧的，一听就懂了，他就回归孝敬了。回归孝敬是回归自信。啊，自信无量无边的德能，这是第一德。啊，要好好的抓住，牢牢的抓住。啊，一切禅定摄心，皆名三摩地，情也，正心心处。这个情是姚琴时代。《金刚经》就是那个时候翻译的，鸠摩罗什大师翻译的。啊，情言就是中国的言语。啊，中国言语里面意思，正心心处，着重在正，心要正，心就正。啊，心是体，行是其用，啊，起心动念是心的行为，言语是口的行为，身体动作是身的行为，行为无量无边，总不出身口意这三业。心行不正，就是六道。心行正了，
就超越世界。啊，这个证的标准在这个地方。啊，至少小乘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了。啊，真心的不能超越三恶道，啊，这个六道轮回，无论在三善道、三恶道，在大乘佛法里都不用证子，这偏邪。啊，三善道是偏。不正，三恶道是邪，偏得太过分了，往下坠落了。啊，通通叫三昧。又《法华玄奘》曰：“凡于三摩地，次云等持，平等持心。”而知于尽，即是定也。法华经上玄奘里头所说的啊，这个也说得很好。等持，等是平等，持是保持，永远保持平等，平等什么意思？有执着不平等，有分别不平等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我们经题上前面清净平等这四个字就是等持，你要永远保持啊，这就是《大智度论》里面所说的正心心处啊。正念是没有妄想，没有杂念，叫正念。正念无念了，有念就不正了啊，但是也不能有一个无念，有个无念还是有一念啊，什么念呢？有个无念，无念也没有，难，这个法子太难了，那怎么办？阿弥陀佛有办法。阿弥陀佛教导我们，把你的心里头只供养一尊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，这也算是正念。好啊，你能够把阿弥陀佛再放在心上，除阿弥陀佛之外生活当中、工作当中，确实没有一个念头放在心上。啊，事情干，干完就完了，不放在心上。断恶不着断恶的想，修善不着修善的想，只有一个阿弥陀佛的想。这是经宗无比殊胜的法门啊，全都归阿弥陀佛了。那将来你到哪里去？肯定极乐世界，决定亲近阿弥陀佛，不能不知道啊！殊胜无比啊！啊，修行，你懂得这个这一句的意思，你就会修了。啊，等持，
啊，等到什么程度？海贤老和尚入这个境界，他看到变法界、虚空界，通通都是阿弥陀佛，这叫等值。啊，我们看到这是善人，那是恶人，不平等的，还在分别，还在执着。啊，老和尚也见到，晚上念佛的时候，床上床下，房子里头房子外面，全是众生在听我念阿弥陀佛。这些都是境界现前，啊，自己要更精进，不放在心上，才真正利益众生。放在心上，对众生的利益很有限，啊，不放在心上，功德的利益是圆满的。为什么？你跟心得相应，放在心上，你跟阿赖耶相应，跟摩那、跟意识相应，那就是轮回心。轮回心造轮回业，轮回业就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。你要是搞清楚、搞明白了，你感觉到太可怕了。啊，为什么不念佛？为什么不把佛放在心上？啊，对于任何人不能批评，批评是批评你自己。为什么？你心里先有这个念头，不善的念头，你在说别人不善。你看看，说别人不善，自己心已经变成不善了，还在说话之前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你已经造三恶道的业了。为什么？心里得有三恶道，有贪嗔痴慢疑，就是有三恶道。必须心里头没有，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，你才能往生极乐世界。念念跟极乐世界相应，念念跟阿弥陀佛相应，这还得了啊！啊，诸位能把我这一句听懂了、听明白了，你这次到图文巴没白来。啊，所以玄奘上说，平等之心而至于尽。啊，言对色，耳对声，以声为尽，鼻闻香，舌尝味，六根在六尘境界当中修定了。天台云，就是智者大师说的，若以空慧照诸禅定，种种法门畜生乃至无量三昧啊。这一句话说得好啊，啊，空空慧是什么？我们常说起心动念分别执着统统放下，这是什么境界？这是自信现前。
啊，起心动念是无始无明烦恼，是烦恼的根。啊，尘沙烦恼，尘沙是比喻多，是分别心。啊，分别那个念头无量无边，像尘沙一样。见思烦恼是执着，自以为是。啊，喜欢批评别人，意见很多，不好啊。这个烦恼制造六道轮回。啊，如何能在境界里头如如不动功夫？听说别人说话说得对的，跟佛讲的是相应的，不说话，点头笑笑；说的不对的，如如不动，像在禅定当中，没听到。这是海贤老和尚表的，我们要学，不要一听到马上就发表意见了，要能沉得住气呀！啊，该说的时候说，不该说的时候不说。啊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自己先要想到，要负因果责任。啊，就是我常讲的，你在制造轮回。六道就这么出来的。啊，随着空慧好，什么都不执着。啊，这个空是真空，就是真心。因为真心为什么叫空？真心没有物质现象，没有念头的现象，就是心理现象，也没有自然现象。啊，它在哪里？它无处不在，它无时不在，我们对它毫无感触。那有空慧的人呢，他起入境界。啊，他为什么能起入？因为他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之处，自然跟他融成一片。啊，那就是法身菩萨。所以能出生乃至无量三昧，幻象无量，诸法无量。慧能大师说得好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，万法就是无量。万法当中任何一法都不执着，不分别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就是出生无量三昧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你对于无量无边，啊，佛家讲遍法界虚空界，所有一切境界，你看到了，听到了，闻到了，接触到了，都没有起心动念，这就叫无量三昧，真功夫啊！啊，为什么生无量三昧？你知道，所有的现象都不是真的，
凡所有相皆是虚妄。啊，从哪里来的？自信生的。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能生万法的自信，真空。所生的万法叫妙有，妙有非有，真空不空。为什么它能生？啊，妙有全是假的，没有样真的，所以要放下，放得干干净净。哦，你的大自在啊，你快乐无比啊！啊，智慧现前。啊，这个智慧从心性流出来的，不是学的。啊，从什么地方表现？无论人家问你什么问题，你都能解答，还解答的蛮有道理。啊，不管你有学没有学，这是智慧。啊，学得来的东西，知识，不是智慧，智慧不是学来的，是从三昧里头生的。啊，你看，畜生乃至无量三昧，然后三昧畜生无量智慧。所以佛家重视禅定啊，禅定不是攀藤念壁，攀藤念壁那是初学。啊，幼儿园小朋友学的禅定，有模有样的。啊，禅定是什么呢？六根在境界里不动心，叫禅定。啊，眼在色上不动心，眼根在色上、色尘上不定；耳听的音声不动心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耳根在声尘上不定。啊，鼻闻香，舌尝味。啊，鼻在香尘里头入定，舌在味尘的入定。啊，吃东西胃平等，没有酸甜苦辣咸。如果没有酸甜苦辣咸，人麻木了，那有病啊，那舌头有病啊。有酸甜苦辣咸，没有酸甜苦辣咸的分别之处，这个厉害啊，这具足皆定慧三学啊，眼具足，耳具足，鼻具足，舌具足，身具足，意具足，那真有味道啊，那个味道究竟圆满在极乐世界啊，所以你真搞清楚，巴不得现在赶快就去啊，还有什么好等的啊？海贤念念都想往生，他不想住啊，是佛逼着他，他跟阿弥陀佛见面，我估计十次以上啊，跟阿弥陀佛很熟了，常在一起啊，为我们做证明，极乐世界真有，阿弥陀佛真有，四十八愿戒淫众生不是假的，让我们坚定信心，坚固愿心，是非去不可。那到这个地方就算成佛了。啊，这是成佛的一个跳板，一个中途站。在这个中途站的整装出发，就是无上菩提。我们再看下文，精进于
而现灭度下面，接着说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。经文紧接着这个意思很深呐、都在表法，表诸大师，这个大师就十六正师啊，经前面说的十六大师是代表啊，参加法会的那一些在家菩萨们，统统包括在其中。这个柱子虽是涅槃之相啊，释迦牟尼佛看到释迦牟尼佛实现半涅槃的相，而实实在在释迦牟尼佛不生不灭，平等常住的如如法身，这谁知道？没人知道。化身菩萨知道，真正修学净宗的净宗学人知道，啊，知道是没证的。化身菩萨只不但知道，他证得了，啊，确实没有生灭。确实平等常住，如法身就是常寂光，常就是不生不灭，寂就是平等常住，啊，平等没有染污，没有波动，啊，如如不动。啊，这是清净法身的。那么，世诸大师，贤士得尊普贤，从果相应者，啊，这个法门跟其他法门的意思不一样。八万四千法门。无量法门都是修因正果，是从因到果。净土法门不是，净土法门是从果到因。为什么？阿弥陀佛是果，所以那么快呀、啊！那我就用阿弥陀佛作为我的因，一心称念。丝毫怀疑都没有，万缘放下，一心向往，很快就成就了。而且这一句佛号，一切具足，戒定慧三修具足。菩萨三会具足，诸佛名号具足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无量界所设的一切经藏，这一句名号里头也具足。你只找着一句佛号，全都有了，不要再麻烦了。啊，谁相信？海贤老和尚相信，谁成就？老和尚成就了。谁证明？老和尚证明了。我们生在这个时代，遇到下莲居老居士慧经、黄念祖老居士集注、海贤老和尚为我们表法，
这种殊胜的语言到哪里去找？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啊！得人生闻佛法不稀奇啊，能遇到这部经，遇到这部注解，才叫真正稀奇。为什么？他把西方极乐世界讲清楚了，讲明白了，讲透彻了，讲得叫我们这些人不能不相信，不能不学习，这就是他的成功了。特别是在此地讲的朱大师，个个都是得尊普贤，普贤行十大愿不好修啊。为什么？他用真心修，妄心不能修，妄心心量小，真心的心量大，心包太虚，量周杀界。真心看一切众生平等的，跟我是一体。今天谁把别人看成自己是一体？谁能做到？再跟诸位同学说，真正把一切众生、一切万物看成一体的，是正确的，一点都没看错。那为什么呢？跟六祖慧能讲的相应，自性能生万法，万法是自性生的一体。所以他没有看错，我们看错了。我们现在要赶快回头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一切时一切处看一切万法是一体，常常做如是观，观个十年二十年，自然形成两心量脱开了，不再小心眼了，不再有功高我慢，不再有嫉妒障碍，通通没有了，我的没有了，善的也没有了，这才真正契入境界。现在时间到了，今天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